起了，对不起，我们又迟到了。你干嘛一直笑啊？你是不是很久没直播，所以很紧张？很久有人了吗？有吗？那以后都你都直播好了。大家都想看雅雅直播啊。雅雅，雅雅终于来了！新年快乐！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还在休假，还没有上班？很多人没有在问吗？很多人还在休假，真的、啊、出国，像 Peggy 啊，对 Peggy， 今天 Peggy 不在哦，一下突然跳到65 ，Hello， 嗨，佩红，花儿，雅雅有话要跟你们说，只可以说新年快乐而已，嗨，大家新年过得如何？你快点来，有看到我们上新品是那个形象，这次的形象，要不要来解释一下这次形象，茉莉。让茉莉来解释一下，大家有看到新品上市吗？这次的形象有人说好美啊，新品好美。你可以解释一下概念是什么？新品的概念，就是、还是概念？我身上的颜色是天蓝的，天空的，因为想说就是带给大家新的感觉，所以就去外面拍了。对，然后出外景买了一种花，然后它身上就是这种颜色，不是，是有雪鱼香丝味道的那个花。对，我们在整理。他买了一种花，上面有雪鱼香丝的味道。而且那天超冷的、欸，真的超 冷。新品好美，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要宣传给大家看这礼拜的特价款，就是多色，多色十一色的，它特价到什么色？好、oh, ，礼拜三早上吗？有没有突然大390？是吗？390突然，感觉春天都来了。好，小羊来了。嗨，嗨，新年快乐！是刚刚是在说新年快乐？对，我好像有听到。對對對有发现小羊的发色吗？哦，变深了，因为把布丁染了。我觉得深色好像还 OK 配每个衣服，但是我自己变得比较有气。可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浅色、欸，我喜欢深色。你会觉得这样很有气？可是因为浅色，我想说比较好搭衣服，就是拍起来比较有一点点造型。深色我就会觉得自己像老师。我在穿那些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对。然后是要介绍身上的，对对，先介绍身上穿的。是什么颜色？我跟那个，因为这一个我所有颜色都穿了，然后每一个颜色我都觉得好搭。然后这色应该是浅，不是？哎，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哇，上面没写颜色，浅咖，浅咖，这个是宽袖的设计，卡其。那我们两个等一下可以一起穿。小杨穿的是卡其啊，我是穿的是卡。而且它就是有相近色，还有一个杏色。这是第一杯，我们要分吗？那这样茉莉因为跑是不是？我感觉每个人因为好像可以大家先在一起，可是好像拍不进去。茉莉是比较独立。刚刚有说这个袖子吗？还没，因为我这个还没开始讲，那还没开始讲哦，那等一下的事情。哦，那你要不要讲？你第一位啊，我们刚刚讲新年快乐，啊，很紧张，好像错过什么了。因为过了一年，怎么拜年？拜年，刚刚有先拜年，没有先，我刚刚有，我刚刚有说新年快乐。然后好，那怎样？我先开始讲这件衣服的特色啊，宽袖啊，对，就是圆领宽袖，然后我喜欢那种就是有点微松感的。就是穿搭，因为我的身材比较亲民嘛，就是比较显瘦，也没有说显瘦，就是比较舒服，比较舒服。有显瘦了，是显瘦，是显瘦吗？有啊，因为你看我穿这种黑的皮圆裙，然后把它扎进去里面，我觉得好像很 OK。我穿的时候，我刚而且还是做，就是很舒服，对啊，真的很舒服。它是做宽袖，我又不会太紧身，就是很喜欢，不是说很长的宽袖，就刚好适合现在刚就是一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月的天气，对1月还是有点冷，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么热，就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对啊，我刚刚有帮大家确认这个特价390是到5号礼拜五早上5星期五嘛，上礼拜五怎么这次这么久啊？因为就想说过新年，因为信义，我跟信义说可以不要那么短的时间嘛，所以每次都是只限24小时或48小时。会有人没抢到？对，我说这次可以让大家就是都抢。都这样很好哎、欸，对，然后心里就在那边计算机那边算，对，就说好吧，好吧，好吧，
那不情愿打一个勾。所以是到礼拜五哦，礼拜五早上礼拜五。这个有十一个颜色，嗯。我们现在穿了一二三四。那天我穿的时候，觉得每一个颜色搭，只要搭牛仔裤，只要你家里有一件牛仔裤，你就可以买任何一色的。而且我觉得你红色搭那个浅色，我觉得很好看。红色的搭浅色，因为红色，我那天穿红色就是因为一月一号，哦，过生小时，我想是要新年。对对对，我自己心里面有在想，对。然后那怎样？有人说什么？保暖吗？保暖吗？但很适合那天的天气，现在刚刚好。我觉得如果是跨年那一天，可能会有点冷，但现在这样21-22度就是可以。嗯，对。我们要大家站一排给大家看，是有这种厚度的针织，这种的。嗯，那你先介绍一个皮裙也可以介绍皮裙哦。小杨身上的是卡其，然后配的皮裙也是这礼拜的新品。然后我刚刚。穿了一下，我想说，哎，你在等公车吗？在等公车，等公车，等公车什么？就是我这个圆裙，这个进度都不会入境。这个圆裙是有内刷毛的，是有内刷毛的，真的假的？为什么我自己穿过我不知道？真的有啊，是那种像麂皮的。对啊，就是它穿起来是很舒服的，它其实是散的。对，它是圆裙，对，就是有皮裙是有分三个尺寸，590。不知道是因为它是。圆裙哦，所以没有碰到我，没有碰到我的身体，感觉到它是有那个内刷毛的。嗯，有人想要看灰子，灰子等一下有哦。对，然后我就想说搭一个球鞋这样子，好像是平常也会这样子穿搭，因为这样也好可爱哦。会穿小短靴嘛，而且也搭一个格纹的耳环，就是耳环，想说好像有配色到，对啊，这很可爱。嗯，小姨说在那变美，有人对啊，有人说在那变美了。灰子，可是我伙伴呢、欸？没有伙伴，没关系，先一个一个，然后他下一个，他在旁边 stand by。嗯，那我可能穿的跟昨天一样哎、欸。刚刚有人说想要看灰子，江江现在身上的就是灰子，是很特别的颜色哎、欸。这个就是今年的流行色，有点像芋头牛奶、欸，很可爱，这个颜色。今年的流行色。它跟粉还是有一点差别，等下可以请雅雅跟他站在一起。你先介绍完，因为你的吊带裤也是这礼拜的，对不对？这礼拜对，吊带裤也是这礼拜的。它是宽松的、宽裤的吊带裤。你的身高是多少？160。160可以再调高一点，所以如果比我矮一点的，还可以也是可以穿，它可以到多少？说那个肩带是可以调，看起来腿变很长。比较高腰的设计，而且我觉得那个蝴蝶结很可爱。你可以绑在这里，或是我和妈妈当时绑在正中间，但是我想绑。你可以绑到侧面。有人说秀智江，那你要跟粉红色站在一起比较一下。好，刚刚有人说想要看，还是有差吧？镜头上面应该还是看得出来，粉色比较深一点，深一点偏红一点，然后灰紫比较淡一点。像芋头牛奶跟草莓牛奶的感觉，我放在一起看。他在等医生，他在等医生。深一就是粉色，就这个比较粉一点。紫灰紫灰紫吗？对，有点灰，就是芋头牛奶跟草莓牛奶啊。对啊，对对对，芋头。这个是粉，这个是灰紫。然后有人想看衣服不扎的长度，来，雅雅没有扎，只有雅雅没有扎。长度就是到哪里？到屁股，对，雅雅153到屁股，而且它其实整个是下摆也是松的，就是袖子跟下摆都是松的，它下面有一点蓬蓬的。对，所以如果你去吃饭，就是不用怕，可以吃很多。他问，有人问裙子也是新品吗？裙子是之后的。未来的新品，最近都会讲未来的。有人问那个推哪一色，这问题太难了吧？每个人应该都推不同色吧？我推这色，江江推江江色，推这个灰紫色，我推红色。对，有人说雅雅超可爱，这个，对，这是小羊推的颜色，这个是一组。悄悄话好大声，不好意思哦。红色很亮，红色亮，不会，红色搭你的，对，搭我裙子也可以，要不要先跑？你要直接换。大家去穿红色给大家看喽。那茉莉，没有人跟我是同色。
色的。他自己拿了一个深蓝色的。你身上，你现在身上这件是浅蓝吗？灰蓝，它也是带灰的。你其实跟灰色应该是同一个系列吧？你们应该是同一个系列吧？就是都带灰，就是都带灰。灰色系。他等一下会穿。对啊，穿红色就很领很多红包，你有没有考虑一下？就很有很喜气的感觉。对啊。这个是同个，就是比较新的颜色，跟版面是一样的。跟版面对，跟版面那个天空是一样的颜色。然后就是小清新鱼尾裙。也是这礼拜的新品哦， Molly 现在身上穿这个很可爱的双肩带吊带裙，这件真的好可爱，而且它是双肩带，而且它有三个颜色，红色、黑色跟卡其色，我觉得都很可爱。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松紧带？它后面这边是松紧带，所以可以就是塞厚一点的衣服也没有关系。有人说他现在才发现灰蓝意外的很好看。他搭这个也不会很奇怪，他搭红色也不会很奇怪，然后配灰色的耳环也很可爱。然后他这个是后面比较长一点点，吊带裙不可以调长度哦。然后前面比较短一点，前短后长，对，前短后长。后面的人很好笑，后面的人在干嘛？等候区的感觉。我们的那个高个穿搭出现了，换你了。好高哦，请问你几公分？16。你们别干嘛要笑。阿甘身上穿的是杏色吧？对，杏色。杏色的。嗯、然后配的裤子，配的裤子也是这礼拜的新品，而且我知道，而且这个卖的很好，这裤子超好看的，裤子卖的很好。帅性简约，而且裤子超多颜色，裤子是利落简约感磨毛打折款，不是吗？不是，是，而且它做活动特价499，然后它有六个颜色，是雅雅的款，是雅雅款，小编都穿 S 号哦，又是秋冬色，又是马卡龙色，可能可以看你的衣柜里缺哪一个色系的就买，我们两个好像可以一起，是我好矮哦。对。其实我们三个应该是相似的，对啊，很像拿铁、欸哦，好可爱，你们三个这样配色好可爱，就是比较浓的咖啡奶油，嗯，不是上面的那个奶油，奶油是那个奶泡，对，好可爱，奶泡，我们是咖啡穿搭，我的帽子很过酷，好可爱，好像我们有特别就是搭了比较不是那么甜的路线，嗯、对。对，好姐妹好像就是可以穿同样色系的，这样很可爱。在一起拍照超可爱。出去玩就会很好看，就是在后面有你的那个站的哦，对啊，我有穿卡其圣诞节的时候，而且我刚刚看 Molly 把袖子折起来，也很可爱，也蛮好看的。这样，如果是小资女孩就可以把袖子折起来。三个，好，我要来介绍我身上的。我这个裙子，我要说它真的很好看，因为我很少穿这种过膝的这种这样子，这个而且你刚刚还怕说你穿不下，对，因为我屁股很大，可是这个穿起来不会很胖哎、欸，真的很显。对，因为我看到小杨的那个小杂志里面介绍穿这个，我就说哦，这件很显瘦。然后我刚刚试穿我也可以，而且就是我上面是咖啡色，然后裙子我也选咖啡色，裙子是法式过膝裙，对吗？对，然后它有三个颜色，它有咖啡色。可鱼身上是墨绿色，然后配橘条。墨绿色。对，官网是写墨绿，它写墨绿啊，墨绿配色。对，它是墨绿配橘底配。对，橘底配墨绿。它还有一个是谁？请问它实体比较？是小姨的款，有点深。制作人。格纹裙153，等下雅雅会帮大家穿。我是156，我觉得穿起来蛮刚好的，就是会露一段脚踝。我真的很推，真的很推这一件。而且你刚刚一套穿出，我就觉得是私心想要推荐，就是立马是你的。然后我很喜欢上身是卡其色，下身也是卡其色。小杨的小杂志真的很棒，对啊，大家都要去看。然后这个裙子还有黑色跟杏色。对吗？深蓝色跟杏色，深蓝色是配白条的，然后杏色的话就是杏色的格子。你要介绍红色的吗？红色的搭起来是这样。刚刚有人想要看红色，
配这个黑色帽子很可爱，而且红色的穿起来皮肤好像比较白一点，会比较显白，因为它这个红不是大红，是有一点暗暗的红，它是有点点酒红，就是不是那种很亮的红，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可以配蓝黑格的裙子，很亮。我吗？这样红色好像会显白。对啊，你这样镜头变超白的，超显白的。白雪公主平常很黑是吗？好、啊，哪有？喜欢这件裙子的可以先买这一件，然后等下面裙子出来的时候再买，因为这个好像是之后两周，因为上衣有可能会卖完啊。对，上衣特价到礼拜五哦。然后因为它其实是中长裙，但是我穿起来好像还可以露出一点点脚。穿到哪里？我穿到肚子上。对，因为它是松紧带的，所以它可以穿高一点点这样。有人问裙子是下周吗？下周一月底。没有底，没有底，未来的，反正就是未来的。扎进去就是这样。那大家都介绍完了吗？要不要站一起？还是我们坐一起？坐一起怎么坐？可以坐近一点。可是最边边的人近吗？可以可以，只要有近。对呀、啊，有人说阿甘想当司机。很多人说他们过年要想穿红色，就是、有两件都好穿，我要下车了。一件三，大家可以冷静一点吗？一件三百，因为你知道设计不通，有一点小幻想。就是我们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朋友就买三组，你说设计一个可以买两件，可以啊，他买三组，就是七八百块乘以三。我跟你们说，随便找一面白墙拍照就超好看。对对。對好，下车了，你可以下车了吗？我下车了。我们没有人先去玩下。要穿女最广告。我们没有人要换下一套吗？要到站，要下车。该你们先去玩下一套。对呀，你也先去玩。还是觉得我们烦啊？大家都说好热闹，今天到站了，前面是你知道太多人，我有点没有办法控制。什么站啊？中华冰室。因为我们在南港路上，我们这站的那个叫中华冰室。刚刚我看有人问这个格纹裙上衣还可以搭什么颜色，这个也可以搭这个颜色，因为我刚才想要搭这个黑色也可以，黑色。这个裙子有三个颜色啊，橘的我觉得好像还可以的，对不对？橘跟黑。对啊。橘色这里面刚有搭一个衬衫。这个，对啊，这个，而且这个橘我觉得很可爱，它是粉橙，有点鲑鱼粉，我记得它是叫做生物粉，甜橙，这个是有点粉质的颜色，小羊有点那个感冒还没好，这个是甜橙，这个颜色也很可爱，这好像也可以搭耶，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有点深色的格纹，所以你搭任何颜色我觉得都还蛮好看，因为其实太亮的格纹才不好搭。白色上衣应该也可以吧？都可以啊，对啊，白色的 T 恤，因为它的配个牛仔外套也算蛮百搭的颜色。大家今天还有想要看什么吗？因为我们今天很 free， 没有那个。真的、哦，今天没有。对啊，好多人喜欢小扎，小扎，大家都有看小扎很认真拜托大家去看一下，啊、文字都写得很好。甜橙慕斯，小羊的是什么颜色？小羊的是卡其，我的是咖。哦，我这是不要搞混，这是卡其，你可以帮我们写吗？卡其，这可以写吗？应该是我们就写，然后等他们来。好啊，怎么写？这里啊、哦。对，我来写。可以打字吗？不行。不能整用写的。写的。那应该可以直接写。卡其。为什么有渐层啊？对啊，你是咖吗？嗯。咖。啊！怎么结束？反馈就这样就好了。对，这样就好了。这样跳跳。好，我是卡奇。App 可以看小杂志吗？可以，也是可以。App 可以吗？可以了。成套洋装，等一下会有人穿的。而且小杂志，我想讲小杂志里面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生活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编，右滑小编，滑滑小编他就会写一些关于生活分享，比如说他之前去了英国的，还有伦敦的，伦敦的就是一些咖啡厅或什么的，对啊，我们其实看完都会很想去。对，我就看他写，好像自己也去了一趟，对，他去了一趟，然后他就分享给大家，所以那边会像我们有点像在聊天，就是分享生活的一个角落。嗯，格纹区590哟，我身上这一件590。它质感很好，对啊，就它有内，它有两个小口袋，你有介绍吗？没有，这可以放吗？不可以，假的，不可以放，因为这因为没有，因为荧幕上好像看不太出来啊。对，这边有两个假的口袋，因为本来是可以修饰，因为我穿这件的时候也是有点肚子，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有肚子的话就穿做两个这个，穿那个比较宽松的，像这件那个毛衣也可以，或者说像大雪地也 OK。快问快答在哪？是什么？下面的链接。我今天有办一个就是小杂志的快答的，对，我就抽里面的。那题目是什么？题目是小杨。要不要跟大家来解释？题目是小杨2017最后一天跟他最爱的谁一起过？哦、你知道答案吗？你不知道答案？我知道最爱的谁？对，最爱的谁？那个、啊。不算是一个人，哦、但是、哦、我最爱的两个品牌，对，最爱的，我最爱的两个品牌，我穿 S 号，有人问我穿 S， 优惠款宽裤可以看其他身高穿驼色，要什么身高？你想要什么身高？这是谁？我们这边只有150、宇轩、158、160、165，对，看你要选哪一位，你想要哪一位？卡其毛衣黑皮肤的适合吗？卡其，我想一下。还是你要选咖，它好像会比较因为如果黑，我想说会不会因为你如果皮肤比较深的话，你要不要选就很亮的或者很浅的这样子？上衣号吗？上衣的厚度就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冬天的衣服，只是说如果很冷的时候，你还是要穿外套。我觉得没有很冷，你要穿那个内刷嘛。哦，可以或者发热衣也可以。对，但是今天很热哎、欸，超热，我有点。但今天上新品，我想说它怎么这么热？对啊，是不是因为降水大家都忘记要来买了？嗯，15643穿格纹裙可能会哦，因为好瘦，你好瘦，对啊，好好哦，我也想要43，我以前有过，就是那个时候就很瘦。要周朋友买了，如果裙子是格纹灰色，搭哪一色比较好？你是说裙子是格纹灰 色，你要搭？哦，对、啊，配粉红色好像很可爱，粉红色很可爱，小杂志里面有配粉红色，那个粉红搭灰，粉红搭灰，粉红搭灰很好看，最可爱的啦。对，我现在没有格纹。是配黑色吗？小杂志里面就有我有穿粉红色配灰色，哦、很可爱。套装好，哇，套装很好看啊，很美。可以来，等一下我先把上面的请就坐，等一下哦，要后位，对，请一个一个来，请就坐等后位，谢谢。等 Ruby 叫你们，好，等可以了，好，哇，好可爱哟、哦。他们要去等演唱会啊？那小杨要去换下一套。好，那我下一套是什么？要自己搭，你们谁要先？我先。好，你跟我一起。刚刚有人说想要看格纹裙的153的穿搭，雅雅是153，好像也可以。156，然后你这个应该是杏色的吧？对，杏色。杏色。我的是墨绿，虽然我不是很相信，但是我的是墨绿。它是因为底很，不是黑色，就是很深很深很深的墨绿才会去墨绿。它其实近看是墨绿啊，远看是有点黑，就是比较深色。你几公分几公斤啊？有小。但是我现在42，那你穿就会太松吗？会，有一点松。对，因为刚有156、43，会穿会不会太松？它其实如果我没有穿，它就是刚好这样子卡，它其实是卡得住，但是就是会变长。可是如果你觉得太，你可以塞衣服就可以，就是塞衣服。会太松吗？有人问。会很松，有一点缝隙。就是如果你要穿比较高腰，它就会比较松一点点。它可能就会，如果你比较瘦，它可能就会掉比较下面。我看掉下来就是刚好在肚脐的位置，因为我穿的是高腰，因为我怕。你干嘛看我一眼还笑啊？我不要理你了，你自己整理。但他最后你自己想办法。我今天有问他说要不要穿另外一套，他说因为我感冒又变肚子可能变小了，没有，我肚子还是大的。可是如果你就是这一件，它其实下面是窄的，它后面有开叉，但是它其实就是可以打开的那个也不宽，所以走路就是要小心。这个是优雅的女生穿的裙子啊，对，就是它是发式过膝裙，脚不能太粗鲁啊，对。
那你的上衣是这礼拜的吗？不是，上衣是下下礼拜。因为有人在问，你可以先转过去让大家看一下。有人说未来的后面是不是有蝴蝶结？对，这个是未来的新品，大家要记得锁定官网。礼拜一、礼拜三10点锁定官网，好可爱哦！这样搭好可爱哦！它的袖子是宽袖，然后里面也是舒适、舒服的。165穿起来上衣会太短吗？你刚刚穿这个，我身上这个上衣会太短吗？感觉还好吗？大概在腰左右，还是可以扎一点点进去，可以扎进去，但是没有盖屁股。对，153会盖屁股。有人说蝴蝶结我的可爱，那大家记得锁定官网。这件，然后这件上衣是比较短版一点点哦，就是差不多肚脐的位置，就是有一点点小短版的。所以如果搭高腰的下半身，所以你现在是穿高腰还是低中腰？就是肚脐的位置，因为我没有把它拉很上面，它就是这样卡。它这样自然呀，这样自然的掉下来，其实裙长也还好啊，就也不会到太长。裙长也还是有露脚踝啊。你小心跌倒。但是如果我自己穿这件，我会想要把它再改小一点点，因为你说你想要穿高腰，喜欢穿高腰，我喜欢穿高腰一点点。别个别针，对，后卫可以。对，不然就是如果你的外面衣服比较长的话，你可以把它折起来。就是我哦，用折的，对，我平常自己穿太大的衣服。雅雅可以教，雅雅教大家可以用反折的。就是口袋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会反折一点，啊、这样看起来腿比较长一点。侧边是拉链，后面是拉链。哦，还有一个有什么色是秘密哦，大家下礼拜要自己上官网看。什么东西有什么色？你的上衣，哦、很多色。不能讲。好，你可以换下一套。下一位，下一位呢？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刚刚有人问，就是这礼拜两件式的洋装里面那件可不可以单穿？就是他现在这个，对，里面这个就是。借我一下，里面这个现在阿甘里面的这一件就是复古格纹两件式洋装的里面的上衣，他把它分开搭配，然后搭配这礼拜应该也是特价款吧的套装。你干嘛？一直笑，一直笑，很尴尬。然后这个套装是质感 V 领针织坑条套装，它也是有。外套跟长裙两件，总共有四个颜色。现在阿甘穿的是焦糖咖，哪里有墨绿啊？是焦糖咖。我自己也写了，这样两件搭好可爱哦。对啊，那个洋装是可以两件分开搭的。嗯，因为阿甘比较保守，他觉得这个 V 领太深 V 了，所以他说他里面再加一件，就是这样。像官网上面的话，我们是这样子。就是不用拉那么下面，对对对，然后也有把它扎进去，只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有客人会觉得好像太普通，或是太正式，对，现在这样子好像是有点太正式，对啊，所以你可以，因为它是有弹性，就比较有变化一点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好，稍微有点 V 领，然后里面也可以换成像官网上面的蕾丝，嗯，对，也会很漂亮。阿甘165公分哦，有人说你很有气质，这样不行，还有气质不能这样。不会啊，他这样还真有气质。那你转个圈让大家看一下后面。要快速的吗？不用，慢的。慢的。慢的。你穿165穿起来长度到哪里？小腿一半是不是？对，盖到小腿。然后他下摆很漂亮，他下摆是有自然的波浪的感觉。哦，他是有一个微，就是。对。他垂坠度还蛮美。就把。而且像它很可爱，它袖子这边它是有做一点反折的设计的。好，它反折是不能折，它反折是不能，它是固定的，它是固定反折的。裙子会透吗？裙子不会透，像我就单穿。而且像这款蛮好，它袖子是做比较长，因为像我个人手是有比一般人在长。有人说阿甘也是活泼的，因为他刚才转圈。好，可以下一位。哦，再见。你还有下一套吗？没了。你可以再去选啊。大家觉得你很可爱。不用，你再去啦。你165是我们里面最高的啦、啊，都没有，我们都是150，150去穿。不好意思，我在正常。
下面哎、欸，其实有看到牙杆。下面两位可以一起来。你们是一组的、欸。因为我刚看到江江穿这个衬衫，我也想要穿。对，这个好可爱哦，这是几颜色？我看一下，白色跟这个是我绿吧？我想它应该是绿，灰绿、苹果绿、薄荷绿，或者是绿这种绿。都没有前面没有取个可爱名字，没有前面，这个很可爱。刚刚发现这个布料，它超可爱，它不是一般的那种衬衫布，它是有十字的纹路的这种。这也是雅雅的，因为衬衫白色会透一点，我里面是穿黑色的发热衣。真的好像，它是十字纹的，然后绿色不会透，也是有纹路。这个绿好可爱哦。这个是雅雅设计，雅雅刚刚在研究说她这个做两个不知道要怎么样，就是要这样，要这样子，然后一边这样，就一个这样，一个解开，然后一个扣着。哦，雅雅说要把这两个解开，就解开第一个，然后把它这样对翻下来，翻下来。这个绿我觉得很可爱，有人问我说我穿格纹裙穿也是会小紧吗？会，会有点，就是你有小。肚子的话也不是小的肚子，就是有肚子，因为我穿的我的侧面是会有肚子的，但是因为我就穿了比较宽松的上衣，我把它 遮住了，因为我这边会有肚子嘛，然后我就这样遮一点点，就比较不会有。蛮挺的一个材质，对，挺肚的，而且它的领子是做那个有点海军风的感觉，啊、好可爱。我把扣子再打开，后面很可爱。但它没有做很长，是刚好做到这边的，对。然后你有开扣吗？我把第一个扣没有开，第一个本来在这边，没盖开。然后我把它它是包布扣，它的扣是这种扣子，包布扣的，会重吗？会重吗？多少还是会，要烫一下就不会了吧？但是因为我觉得它是这个十字的纹路，所以。你它皱皱的，你不会觉得它很皱，就是会看不感觉是自然的。对，然后因为我刚刚看江江穿比较大人感，然后我想说我要穿的比较就是年轻，不是年轻，比较不一样。比较Ruby 的纸草稿都掉了。我想要穿的是大家平常，好像比较学生吗？对，也许上班的人才会这样穿，还是大学生会这样穿？有一些大学生比较有个性，因为它的宽裤是黑色的，所以看起来比较。哦、对对对，那可是平常其实我牛仔裤是最好搭的嘛，就是我是想要表现是每个款式都可以搭不一样的感觉，只要你家里有牛仔裤的话，就是百搭的，你就对对就可以，对，就是这样，然后扎一点在里面。但是我发现这一件呢、啊，我先把我的包包拿下来，把我的配件拿下来。你好像就是。对，我把它拉出来。等一下啊，拉出来的话它因为它是做斜的耶。等一下，这边有扣子，扣起来。哦，它是做斜的，不规则的。斜的，是这样子斜的。我先我把它全部扣起来。哦。这样看得出来吗？这样子就是这边没有锁骨没露那么多扣，我刚刚开一颗的时候就是会露比较多。你可以对，然后我会喜欢把它衣服往后拉一点点的样子。然后因为这边都侧的，所以好，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这样的话有。比较斜一点，好像不会那么直，就是有点点瘦，有吗？修饰的，就是有一点点修饰。然后这边又有做两个圆弧的开叉，就蛮可爱的。就是你不要扎进去，你穿长的那个就是牛仔裤，就是男友裤，你就可以放出来。是因为我穿短裤，想要比例好一点，所以我刚刚把它可以扎进去。这件好多小细节的设计哦，很可爱。对啊，雅涵在做这件时候想了很久，想很久的穿搭。好隐藏版的，就是我们两个这样都可以穿，都是穿球鞋就可以的，就可以出门的穿搭。但好可爱哦，棒球帽就可以。对，就是穿这种有点正式，还是想立刻拍个照。这件我觉得很好看，因为它可以搭宽裤吗？可以啊，宽裤、啊、搭宽裤，牛仔宽裤也很好看。我刚本来配牛仔宽裤，可我想说我上礼拜有穿了。哦，对对对，上礼拜只给我穿，就是配宽裤。刚刚是配这周的新品款裤，它有做活动。
版型是宽松的吗？我觉得算比一般合身衬衫是宽松，可是没有到我们的那种宽松那么宽松，但是这样，这然后是有点大一点，嗯，看起来是舒适的，不是合身，嗯，可是我最近蛮喜欢就是衬衫袖口是宽的耶，就是这么宽的，这样很可爱，对啊，就是好像蛮韩国的感觉，对啊，很可爱，很韩系的样子。请就坐。那我要跟他下就坐。好，就坐了。又stand by。你们生病还没理解。Nice one。没有叫好。这件是刚才有人说要看的。哦，你又在就是用刚刚那件裙子再戴一次。对，但是这件比较长版，就是比刚才的针织还要再长，会盖过屁股。可是因为我自己，我有时候就是比较喜欢买长版一点的点的衣服，我就会用那个别针。哦。我会别一边，就是让它看起来比例会比较好一点。对，就是这样，让它就是放下的时候，它还是别在这边。哦，因为这个比较厚，如果你今天教很多小配包的感觉，但是小虚，不是，因为你别了之后你要记得拔下，因为我之前就是脱衣服的时候忘记了，结果整个扯开那个别针就有去刺到，就是你把别，因为这个比较厚，你如果整个塞进去会变，就是可能会塞不进去了。然后因为我刚才就是穿这个比较长，我就在里面把它折起来，这样。这样搭也很可爱耶。就是让它长长的感觉，对，就是它裙子就会变短一点点，但是其实不会影响到整个看起来的样子。格子裙子好好搭，真的，它真的很好搭，其实同色系也都可以搭哎。对啊，然后帽子是之前我这样上买的，好可爱哦。然后，哎，刚才跟我穿的是同一款裙子，像我是165，然后雅雅是153，对，穿起来的感觉是像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我有折起来，阿甘身上穿的这个是蓝色的裙子吧？什么？我要把它定格。这不是蓝色的吗？蓝裙子。然后外套也是这一周的新品。对，然后它还有黑色的跟橘色的吧？卡其。然后它这边袖子就泡泡袖。嗯。然后侧面还有开叉，而且这个是有口袋。哎，它有口袋哦。对，有口袋，好可爱哦。然后前面，它这边是有做扣子。有人问说裙子推什么颜色？裙子哦，你觉得像我自己比较多这种米色或者是咖啡色系的，我就会选这一件，我自己会选杏色的。哦，选平常最。比较长最好搭，但是如果你比较保守，就是比较喜欢穿基本简单的话，就是这个深蓝色。对，阿甘这样外套。外套，阿甘前面一点点。外套是这一种，就是有点像大学 T 里面的那种舒适的棉质的，有一点点毛巾布，对。它其实现在这种天气在办公室里面是可以套，就是披着穿，这样。其实这个也可以把它扣起来，然后你可以搭个腰包啊，或者是腰包好时髦哦，洋装的感觉哦，对，就是一衣多穿。对，可以看咖色吗？外套吗？外套有咖色吗？有，有。那你要去换穿吗？好，阿甘的新发现。那你的介绍完了吗？你的介绍完了，我介绍完了。那换我跟猫咪。为什么镜头变得这么？为什么镜头这么这边呢、啊？我跟猫咪身上穿的是同一件洋装，你刚刚是不是也是穿这个？嗯、你穿的是粉色的。粉色哦，你们两个现在穿的是同一件。对，我的是黑色的，他的是咖啡色的。你先介绍，你原本就这么像。我搭了一个那个很发饰，也是这礼拜的。对，而且它这里是开叉，它不是那种一整片。我觉得你这样搭好可爱，好像小精灵啊。很适合在森林里。这边也有这
打，就是这边有有啊，然后这边有一个，而且它这个荷叶刚好把它的这个双肩带这样可以遮起来，遮住，很像，这样很像一套的感觉。我们像另外一件衣服，好酷。这边有芦苇，夏季有芦苇的感觉。咖啡，它的碎花的感觉是这样，好可爱哦，蛮可爱的。这件还有咖啡色的，就是颜色是深的。然后它如果搭一个毛毛背心，再搭牛仔裤也蛮可爱的。它这个是，这是什么颜色？杏吗？杏，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咖啡色。好，换我。我就是很简单，就是黑色的百搭的，然后配这个刚刚阿甘有穿的纯色圆领修身上衣，然后这个颜色是玫瑰粉，可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偏藕紫色，它这个藕紫搭黑色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哎、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包这一套直接。我没有，我好像没有穿出这个颜色，因为我之前觉得我穿紫色会很黄，很少看到你穿这个颜色，但我觉得你穿这个颜色蛮显白的。可是我的头发很布丁，大家有发现我今天的头发有哪里不一样吗？没人发现，好啊，就烫卷而已吧。没有烫，我是就是夹卷吧。想说新年新气象，像发热衣。刚刚那个阿甘穿白色的这个呢，他说这件好像卫生衣，这样可以这样介绍吗？就是你颜色不会啊。他说这件很像卫生衣，跟我这是同一件啊。可是这个颜色不会啊。可是我觉得这种可以搭这种连身的那种就很好配。对，这个是我是156穿起来是这样，这是前短后长的鱼尾洋装，这裙摆好可爱、哦。藕紫色配黑色好看，我也是这样觉得。我刚也是穿上去，觉得是你叫我这样搭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蛮好看的。可是它的官网上面颜色是写玫瑰粉哦。后面很沉溺在自己的。刚刚有要求阿甘去穿卡其色的，他回来了，用最快的速度。你刚刚一立刻飘走，大家都说阿甘好好笑，阿甘好好笑，就是观众立刻傻眼。你觉得卡其色跟刚刚那个颜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颜色？卡其比较亮，对啊。然后如果是米杏色的话，它比较保守一点点。因为像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如果是这套配起来的话，我会觉得哎。因为蓝色它有一个重点的视觉，对，它会有重义的，对，重义的语助词会比较亮一点点。嗯，它身体好像比我们多很多段的感觉，我觉得好长，比较高，比较长。就是它下面还有，就还有小腿，是有人头上穿起来就很难，就没有中间那一段了。哦，有人问我的上衣会不会透，不会哦。哦，我穿白色的啊。可以看有痛吗？不会痛哎、不会啊，而且它是比较，你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你不要自己爆料吗？我没有办法录这个直播。它是这一件，它的品名是修身上衣，所以它是比较合身一点，一直过铺，一直比较合身一点的版型。哦，过铺，我刚刚上半身是没有的。哎、欸，它很好笑哎、怎么会这样？真的好笑，听说它好像是好笑的。雅雅他第一天来的时候，雅雅就说：“我跟你讲，阿甘好笑，叫我们赶快去看吧。”可是一直都没有开会，今天好像有点点到了。161想知道到脚哪边，大概就是比这个再长再下一点点，到这边吧，这样可以吗？你好专业哦，到161，因为我自己下降的。阿甘好搞笑，阿甘下降了161的身高，下降的。差不多，他好像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反正换小羊嘛。对，我们这是最后一套嘛。还有那个羊。因为可比说叫我自己搭，然后我就想说，我就穿最喜欢的条纹。对，我你好像平常都会这样穿。我平常就是这样，他每个礼拜都要介绍一套条纹。我们条纹你们也是吧？很多件条纹，你也是吧？你也是吧？对，一定都条纹一定要有啊。必备，条纹是衣柜的必备。而且我们很长，快没电嘞。没关系，我们快结束了。好，快结束。很长，就是我们办公桌就是全部人都是穿条纹，不然就是全部人都戴帽子。是一条商品开发部看过去，全部都是条纹。对，因为条纹就是
最好搭配嘛，迟到最不会有什么任何问题的穿搭，就是套上一件就出门。然后我这件是因为是我自己的款式、啊，这是礼拜的嘛，对，这礼拜的。隐藏版的我怎么没有看到？很难被发现，因为条纹可能就是会隐藏在里面。我是做大圆领，然后前后都是大圆领的样子。有人问这件的厚度，它应该算它是罗马布，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罗马布。你摸摸看，你以后就知道。他不会知道，他不会知道。就罗马布，它是属于偏挺材质的棉，它是不是有一点弹性啊？它有弹性，对，你刚刚摸好像有一点。要帮你拿着啊，可是这是我的搭配，这是我的配件，是有弹性的，弹性，蛮有弹性的。然后我故意，也不是故意，我喜欢这个，就是把有弹性的布料做宽宽松松的感觉，它会有 QQ 的分量感，是你感觉它 QQ 的，对。然后我袖口，因为泡泡袖嘛，就是今年很喜欢泡泡袖，然后我是做这个袖口是这样的泡泡袖，松紧带的，但好可爱哦，松紧带感觉的。有人问你会冷吗？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很热，我觉得今天穿这个可以，非常可爱。我不知道如果就是很冷的时候。不能不要穿这个。可是你很冷，好像也是会穿这个。会啊会，因为小杨很穿外的，穿外套就好啦。对啊，然后所以这件的重点是，它的剪裁不是一般的那个正常袖，它是做这样的袖子，斜斜的两边。哦，它是直接切上去的那种、然后它的好啦，那你帮我拿这个，因为它的长度是这么长，我穿起来我正常穿是这样，这样的。然后我刚刚是。想说也是让笔记变好之后，然后我就是穿短裤。那两个要讲悄悄话，穿短短的这样。哎，大家有发现 Peggy 没来吗？一开始有讲，可是后面好像没有人问，没有人问 Peggy 去哪。然后我平常就是这样子，就喜欢这样试穿。好，我穿的袜靴。然后戴一个眼镜，这样好像很时髦的，这样好像有一点很时髦的感觉。对，黑色配牛仔，就是还有袜子，但没有时髦，因为我配了一个可爱的耳环。有人问说这件内肩带会露出来吗？圆领的话，啊没有，我穿平口。我刚才说没有，如果你穿细的肩带的话，可能不会。可是如果你穿那种比较宽一点的，可能就会露出来。但是它也可以拉。就是你如果是很辣的话，你就可以拉鞋，这样好像也很好看。对，很辣的话，因为我不是很辣的，所以我就会做这种圆的，这样正常的，这样我也觉得蛮好看的，就是一点点的感觉，对，微性感。裤子有卖，但是之后的，未来新品，因为现在太冷了，好像我出短裤应该不会有人想要买，会有人想要捧场吗？因为最近天气太怪了，忽冷忽热。对啊，因为我记得昨天跨年很冷哎、欸，就今天一来就变超冷，啊、超热。胸围比较丰满，想宽松，是不是比较喜欢的话？你是说这一件吗？还是说哪一件？我自己很喜欢穿宽松，那我也属于上半身比较露的我，所以我会。我其实喜欢穿那样宽宽的，可是我下半身我就会稍微再找合一点点的上衣，就上面宽，然后下面合一点点，这样好像比例会比较有。对，短裤想要立刻购入、哦，真的假的？真的吗？你们不要骗人，你们不要骗人。要变冷啦、啊，但是我记得袜靴是下周，对，袜靴是下周，因为很多人问，然后我刚好看到那个档案里面袜靴是下周的商品。我的肩宽应该蛮宽的，我是属于宽肩，而且我会驼背，我觉得驼背。如果正常我这样子，因为每次走路都会这样，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上半身很露啊，你们会吗？就是上半身很露的女生，可是我觉得你隐藏的真的很好，好像就会大家稍微有点驼背。看小杨的穿搭都藏得很好。对，那我所以我的肩宽算，我就算宽。然后如果你肩宽很小，肩膀很小，可能这个你就会穿起来会有点这样露的感觉吧。这样我觉得露一边好像也很好看，露一边好像也 OK 的。对啊，这样好像也很好看，有点辣。想要袜靴下礼拜、哦，下礼拜，大家要记得哦。这件我真的觉得很喜欢呢、欸，而且是泡泡袖。我也想要去穿穿看那个外套。好啊，你身上这是什么？怎么一直拿着？刚刚那个真是。那这个那我好，因为我觉得我的蓝色，我的
如果你家里有牛仔短裤，除了男友裤之外，你有牛仔短裤，你也可以这个深蓝色，那也是扎进去，这样好看，这样很好看哎。对啊，因为深蓝色搭黑色也是好看的、啊，就是深蓝色感觉有一点点比较辣的感觉，就是不会黑，不会像黑色这么。而且很奇怪，今年冬天就是很想要走一个，就是。我有一点点，对对，一点点小性感的感觉。有，我发现从那个辣妹学，辣妹学开始，辣妹学。可是你不会，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平常其实我以前是不会穿那样子，可是我觉得蛮适合你的。今年好像，因为我觉得穿上去不辣，就是嗯，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但也不会到特别的。对，像袜靴我也是有一点造型，这个是宝蓝吗？我帮你看一下，就它有一点偏深蓝。这是写深蓝，但是它是这个蓝没错，是宝蓝，是宝蓝色的感觉。对，他的帽子是我吗？他的帽子是新品吗？这个应该是之前的，然后冬天好像有上一款帽子吗？帽子就是绅士帽，对，你就是哦上次的那个大圆帽的那个吗？绅士帽那个，对，那个好像可以，我不知道架上还有没有。深蓝色会蓝色吗？不会啊，这是毛衣，毛衣应该没有蓝色的问题。怎么都，哎，怎么没有人要来啦？我一直在聊天。嗯，然后我对啊 ，EM 是一，我头发染深了，然后我自己觉得不太好搭配。嗯，大辣、中辣、小辣，我是微辣。Ruby 说 No time， 老师看过了，我还在戴耳环。这个是今天的赠品，就是这个直播的，这是我的宝宝。对，这一件其实这件很多人问，这一件其实是很多人问，但是它好像被放在第二页，好像有人还是我们可以把它，我们可以把它移到第一页，可以啊。而且它的商品照有一点反光，看不到它那还是可以，也可以换一下商品。因为这件很多人问，因为阿雄说，阿雄有在这边吗？阿雄有在看吗？阿雄因为。那个时候这件还没上架，是当那个礼物的时候，很多人问，然后结果上架之后，好像大家都没有发现今天有上这一件，它是两件一起卖790，我觉得很划算哎、欸，而且这个格纹，它是格纹的哎、欸，我觉得很可爱。我在做的时候，我特别选这个有点奶油的这个搭配嘛，奶油的米，然后配橘色的格纹，因为我觉得橘色格纹比较少，给大家近看一下，大部分都是红色格纹或者。黑色格纹很少，橘色的格纹。嗯，有人说这个我有在问，而且这是今天这个现在你们正在观看的这个直播的礼物哦，就是留言加公开分享就会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一套，它有分尺寸，而且还有口袋。请问上衣可以单穿吗？可以，刚刚阿甘有单穿，等一下直播结束可以往回去拉。嗯，格纹配色超美，对啊，这个是奶油，给大家看一下，奶油，而且它是做卷边的，很可爱。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卷边的，嗯，小细节，里面的衣长到哪里？你感受一下哦，到这里，到就是骨盆一半，对，屁股上方一点点，这个好难抽到的，因为如果太多人分享，可能就很难抽到。对，好看耶，这个这样这个是不是可以分开穿，等于两件，然后才790，我觉得很划算。嗯，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划算？因为都对大家好好、欸，对啊，因为就很想要大家穿上我们的衣服，对啊，而且它这里面是，你看是有可以搭配这个橘的内哦内衬，内、这样翻是好看的吗？可以吧，因为我想要讲内衬是卡，这是焦糖卡的颜色，对对对，对，然后口袋也是，然后这边是橘色的格纹，嗯，然后搭配的上衣，它就是只有一个颜色，就是这样搭，然后这个是奶油性，不是纯白的那一种了、我有一个小心机，就是穿这种 V 领的洋装，然后我故意把这个 V 开口。刚刚有人问不会很深吗？不会，因为其实这样才会看起来比较瘦，因为就是里面直接外面这个洋装应该是不会单穿的，对，不会单穿，里面这件可以单穿，但是外面这应该是不会单穿，因为你如果把它拉高的话其实是会感觉比较可爱，然后内里也可以搭黑色，这样可以啊、有人说他直接买了，有人说他直接买了，我要检查然后这样搭靴子或者是那个牛津鞋那也蛮可爱的，可爱，内领算半高领吗？对一半小小的高小高领，我觉得今年冬天好像蛮流行的，一定要搭一个，对，一定要搭一个那个高领。如果不戴帽子绑起来，好像也可以。
颗鸭蛋也蛮好看，比较女生一点，然后戴帽子比较可爱。戴帽子的话好像就要放下来。嗯，里面搭你穿自己的黑色也可以。嗯，如果你不喜欢，因为它是格纹的，我觉得应该都蛮好搭的。因为我这个做的是那种坑条的螺纹的坑条，然后你自己要搭毛衣也可以，算是好搭的一个。嗯，而且里面这件也很好搭。就我们不是最近有出很多那种针织的套装，就可以搭在里面。嗯，刚刚今天的那个套装也是大概就是这样搭。嗯，我们那怎么耳环那么好看？这是上礼拜的，上礼拜的。嗯，这是真实耳环。对，真实的。嗯，搭起来太美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绑起来，绑起来好像蛮好看，绑起来蛮好，蛮成熟的，比较有气质的感觉。搭这个格纹洋装。但很有气质哎，啊，好像蛮好看的，自己被自己说到啊，自己觉得哎，好像蛮好看的，因为我今天头发有用电棒又卷一下，我喜欢这个发色，我现在是布丁头哎，真的吗？这样子好像也蛮可爱的哎，有点绿绿的，帽子是新品，帽子是旧的，是之前的，嗯，好，我们直播差不多可以结束。我要以这个样子，好看的样子，礼物跟大家说拜拜。下礼拜 Patty 就会回来喽，大家有人想到吗？没有，没有人回。有人说我爱上你，爱上我吗？谢谢。现在大家都迷，被你迷到。好好，大家都。下一次直播，下一次直播就绑马尾，谢谢大家。不要戴帽子更好看，对啊。好，对啊，谢谢大家的那个建议，我知道了。想问洋洋的短裤是之未来的新品，因为现在我出短裤，你们应该不会买吧？对，不会，太冷了。对，我把它排在后面的档期，后面的那个月份里面。嗯，那我们要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那个十一色的针织上衣特价到礼拜五的早上十点 哦。这次有为大家就是延长时间，因为怕大家新年还没有到家，所以到礼拜五的早上十点。嗯。有人想 Peggy， 好 ，Peggy 下礼拜就回来了，拜拜，拜拜。